美了。我们终于全部一起滑雪了，从上次来之后就走了三年，来看看大家有没有进步。在同一个地方，有很紧张吗？有。今天天气超爆好，根本就夏天。暌违三年，终于回到雪上了。真的。好，来开始往前，好，手打开，看前面，好，你要保持侧身哦，不要乱扭啊，看我这边，对，好，再走再走，看那边，看那边，看那边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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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好，停，好，慢慢转过去，不要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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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有没有，慢慢翘起来，转转转转转，翘，对，就这样子很好，脚慢慢翘，翘起来，脚放下来，脚放下来，脚放下来，对，很好很好，不是，好，翘起来，好，脚放下来，脚放下来，对，很好，就这样子，很好很好，就这样子 ，OK。复习中，然后三年前到现在不知道忘记多少了，真的不知道刚刚第一趟的状况怎么样。再慢，再慢一点哦，太快太快，很好，踩过头了，减速，小心，两脚平均，好，坐下来，坐下来，对，很，再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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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太快喽，好，还可以再慢吗？很好，再慢一点，再慢一点，又变越快喽，越快喽，站直，然后身体往前倾就好了，啊，我下山了，哎，对，所以，对，站好，站好，不要刹车，站直就好了，耶、yeah ，很好。600公尺的雪盆道，听说是全日本最长，太酷了吧！滑到山底耶，下面那里蓝色、蓝绿色屋顶就是我们的民宿。大家都是走路回去的、哦、只有百万 YouTuber 才有这个尊荣的服务哦，谢谢宝哥，我背你上去，背上去。超级甜的，然后菜又很脆，滑雪完吃水饺好开心哦。我们要来超市买一些酒跟零食。有不一样的草莓要买吗？哎，这看起来超不好吃。阿万的这个很好吃。arranged from falling apart。纯米大吟酿，哇，虽然它很贵，但它真的很好喝。然后还有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的，麻烦一下，这是酒商找我代言一下。你知道我每年来汤只要喝掉几支吗？是今天的量吗？你是在做效果还是？在抽，先买吧，然后看什么好喝，再重新评比一次。刚刚有人说他很不舒服，今天早上真的太热了，然后就中暑，帮他刮痧一下有好一点点。我们刚刚就想说怎么办，持续不舒服的话，明天怎么滑雪？然后在我们这么苦恼的时候，阿姨们拿出了让他精神恢复的武器，锵锵，烦恼都没了，雪地里快乐的打着麻将。我看到你拿一个好大盆的冰酒啊。清酒就是要真的雪人来冰才好喝，好不好？ So I promise I'll be there for you. I'll pick you up when you fall. 你说要喝水还是喝热可可吗？钱难赚啊，白天教滑雪晚上还要陪酒。康泽这个地方基本上有太多他的故事了。每一任带来的女朋友，从房屋
他变教练。最经典的一句话：我不是不爱你，我只是需要冷静，请你等我一个月。到现在这个月还没过啊，两年啦、啊，汤这还不够冷吗？对啊。好，看一下哦。来这边，本人。我们上次在纽西兰是吧？对。对啊，纽西兰哎。超巧。超不合理。超巧，在纽西兰遇到。你怎么在这里？你刚才傻眼嘞。认识啊。是啊，傻眼，我要傻眼，吓一跳。他昨天把这个钱包的护照装在一个塑胶袋，把它弄得像一坨垃圾。我们那个管家拿给我说，哎、欸，那个我们好像捡那个钱包，我说什么垃圾啊？打开，还有护照。拜拜。吃，我就是看到这个广告，然后觉得这个锅应该很好吃，然后发现它其实有很多的定时料理，车站附近走路一下就会到了。然后查资料之后发现，它是有名的百年老店，昭和28年创立的耶。然后这旁边都还有停车场，所以如果你是自驾来的话，直接停车也超级方便的。我们决定要去吃这个。Close your eyes and let us fade away. Build a secret place for you and me. 新鲜的糯米猪，感觉超好吃的。他说他们的猪都吃糯米，所以就不会有猪的腥味，会很甜。双人套餐才3600多块日币，算很便宜耶。Quiet voices in the night.很像牛肉哎，好香哦！对它油脂超级香，很浓厚的油脂味。它的汤头也超甜的。昨天跟民宿的一个超美的女生借了她的连身吊带裤，然后她就教我们说可以东西换一换之后赶快冲去外面拍照，这样就不会太冷。因为我们本来想说她在雪场上面脱成这样子好像有点疯狂。我们今天来石打丸山的雪场，然后这个雪场现在翻新中，超漂亮。看一下全汤泽的全新系最高级缆车。哦，它那个天气冷的时候，那个座椅还会发热。哦，加热座椅。而且它的咖啡厅啊，还有餐厅啊，全部都很漂亮。我们是为了山顶的咖啡厅去的。今天不是来滑雪的吗？今天是来喝咖啡的。那也太高级了吧！他好像看电影的椅子哦。而且应该是赛车椅。哇！因为今天太热了，所以没有开加热椅。不然冬天冷很，就是很冷的时候，他会开加热座椅。哦。然后盖子都自动的。帅耶！什么偶像团体一样。我
成台了，真的，他怎么那么帅？然后那个会自己灌下来，哎呦，超高级的，哇，那个贵咖。我们要开始上我们的滑雪课了，今天的。耶！加油哦 ，Lucy， 加油！叫我弟说加油。好棒哦！哇！可以啊，可以的，今天可以 S 的。我们两个刚刚自己滑下来了，我觉得我们好棒哦。然后我们现在要来买个喝的。大小声这样子。我们进屋了。还是这样想，就是看起来就是八家。Chris 带了一群朋友。很吵的那种。加分挥手。这里真的超漂亮。然后这一间黄色的咖啡厅很美，它的 view 很好，超推荐可以去。真的很美。我们要再去搭另一个缆车到最高的地方，然后吃个午餐。太漂亮了，在这里喝咖啡。它外面有那个观景台，然后就很美。冰梦拉要拍特辑是去冲中雪跟跳那个悬崖，好，希望可以。哇，餐厅真的是太强了。陈哥带我们来逛雪具店，尽管拿，自己付钱。他们说这间店东西很多。对啊。哇，他这个根本是户外用品店的。对啊，超齐全。哇，这个好好看哦。再见，再见，明年见，明年见。谢谢小桃，他是一个厉害的厨师，他如果有开餐厅再跟大家讲。好，拜拜喽，可爱的民宿，这边真的有这趟我们好多的回忆，然后真的好像家一样哦。我们已经约好明年要再来了，希望你们来的时候也会跟我们一样很喜欢。Dia de nuvens no céu, trânsito adulando o chão。来带大家逛逛我每一次来汤泽滑雪都一定会租的雪具店，清达雪具。疫情这两年呢，它的大翻新，装备升级，然后它的雪衣、雪镜、安全帽、手套品牌都超赞，这边真的超推荐给大家。尤其如果你是新手，就算你很常滑雪但你不想买雪衣、雪镜，它这里的品质都很棒，空间也都很舒服，先带你们进去看看。Girando tempo sopra a mão E a casa que perde piso Ouvindo fim feito branco E as nuvens a passar。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清达雪具店的店长 Amber。因为他们的雪具都很新，品牌也都很好，所以跟一般雪具店比起来，我真的觉得在这里选的款式真的都超好看，然后又不会撞款。像我们今年的雪衣，我们都是比较有名的一些牌子，686啊，滑雪的应该都会知道这个品牌，跟一些就是哦，像 Rider 什么之类的。今年有比较特别的，就是像这边这区，我们也有精选一些吊带裤的款式。686跟很多品牌有出联名款，所以来这里就可以看到很多一般雪具店租不到的牌子的东西。哇，拿反了，超好看，真的很帅耶。
很多客人很喜欢的，都直接讲说，哦，我下次来我一定要这件，但是都是先抢先赢来抢手货，所以可以早一点来。通常几点来会比较好？我们其实7:30就可以开始做件了，那时候的东西的选择性会是比较多的。而且这边很棒的是，它有饭店跟雪场的接送，最后归还的时候，像徐游徐游，因为他们有合作，所以你就直接放在民宿就好，你就不用特别拿来还。以汤泽这边来说，就算你不开车，雪场民宿的接驳真的都超方便。除了男生的之外，那边就是女生的雪具，然后小朋友也都有。应有尽有。在这边租完了雪衣之后呢，我们会先拿手套。我们今年也是有挑有品牌的，像这个品牌他们的软装做的还不错。今年的雪衣呢，我们用的是 Vite 是台湾的品牌。那我们有4个款式、嗯，通常是女生喜欢这种圆的，那男生都会比较喜欢这种宽一点的。然后戴眼镜的人呢，也都可以使用。然后因为 Vite 在台湾其实现在也做得很好，你就可以来试试看看。然后你真的喜欢，你就可以回去买。这是很下重本。对啊。那租完了衣服啊、帽子、手套、护具之后呢，我们就来去试鞋子。然后他试鞋子的地方其实就在旁边，所以走路就会到了。在前面。来这边之后，我们就会是试板子跟鞋子。它的配板区配得很详细，你的板就会照你的脚型或位置，然后选择适合你的尺寸，直接帮你调整位置。我觉得这样超贴心。它有未拆封的。陈哥是不是说今年有很多欧美板？对对对，进了很多真的超好看的板，就是它的板每一个我们看完就都好想选哦。很多板都是新的，都还没装固定器都很新的板，真的很好看。真的推荐这间店给你们。下次来汤泽的时候就不用思考，直接来清达雪具租雪具就好了。